还没来，来了，没来嘛？我给他哥你来了。
还不如打飞机打一个。飞机。呀，打车的话要骑不再骑个车呀？车价哦，咱俩也不贵，很贵的。哇，也不够钱买。铁站。吃了别浪费。哎，小他们日本小学生书包很大。日本店呗，啥店呀？买一个去，很贵的，他们韩国的书包也好贵。他不叫吃的，太饿了。啊，吃的。他九点钟吃的米粉没吃过呀，你要吃。再快一点。来了就来了，来了我车上面的给他。现在暖冷却。没有话来不及啊，快点。